回回老青青百老汇不老传说。今天啊，10月1号国庆节，伟大祖国的生日啊，为此还放7天假吧。可是全国上下也没看见谁为祖国真正庆生啊。商家改了价签在打折，忙着捞钱，公务员呢忙着送礼以及消耗单位过节的福利，老百姓呢赶着奔向不同的酒店吃婚宴呀，送红包啊，还有一群人祖国过生日却跑到外国贡献 GDP 的。所有为祖国母亲过生日的场面好像只出现在每晚7点的新闻里啊，有没有？我呀是个爱国的人啊，但是也不好意思破坏大家吃喝玩乐的和谐气氛啊。那今天的不老传说，我们就放下往日的沉重，往日也不怎么沉啊，咱就借着建国之日来一个国家小百科，算是给大家伙未来6-7天的饭局上贡献几个谈资好了。记得从小学历史就要背中国有多少个朝代，什么秦汉隋唐宋元明清，那会儿还纳闷呢，哎呀，这国号是怎么起的呢？比方说明朝，明明是朱家天下吗？它叫朱朝不就好了？还有大清，爱新觉罗家业，叫爱朝多好听啊！啊，筑巢爱巢，顺便还带动房地产嘛。要说中国封建时期的国号是怎么来的，原因不尽相同，有些是以皇帝从重变龙之前的王位封号来的，比如汉高祖刘邦之前被封为汉王，隋文帝杨坚他爸封号是隋国公，后来觉得这个字儿太随便了，把走之去了，叫隋朝。唐高祖李渊他爷爷当过唐国公啊。您看我尉迟祖上尉迟敬德是做门神的，我要有这命啊，我就叫门朝 Dou Dynasty 定都传达使，就爱看大门。还有的是根据地名来定的，封地福地发源地契丹辽国那是位于辽河上游，金国是在金水之畔，宋高祖赵匡胤曾在宋州担任省长兼军区司令，故名大宋。但这个办法呀也不是人人可用，比方说如果常山赵子龙能当上皇帝，他肯定不会设长朝，大长盛世，不雅不雅。另一种国号的设计啊是为了攀亲，您像刘备的蜀汉，慕容垂的后燕，还有这个姚苌的后秦，都是为了说自己的血统纯正，绝无不良的杂交史。但是找祖宗找的最扯的，当属大周女皇帝武则天女士，简称周大武啊，这也是盛世唐朝的风气所致，崇尚门第啊，你要是皇姓李氏绝对是至高无上。现在咱身边好像也这样哈，一说父亲姓李大家都特别客气，有捕快李、将军李，还有疯狂李，官小的怕官大的，官大的怕脑垂体肥大的、可是这周大武啊，那是要聚天下为己有，必须要读好万民之口，找族谱不靠谱，就只能创造族谱。后来啊，他大概是发现了这样的一句话，这话呀在他登基100多年后出版的《元和姓纂》中有记载啊，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，曰武，遂以为氏。就是说呀、周平王的周平王的儿子姬武嘛，一出娘胎掌纹特别乱，按我们风水专业的话讲，哎呦，这孩子就是操心的命啊。这乱呢，他说乱出个中国汉字来，就是武术的武，所以他爹图省事就给他取名啊，叫姬武好了。这姬武长大了一想，爹你这么省心，那我不如让你省心到底吧，我的后代也别叫姬什么的了啊，改姓武得了。所以武氏家族也就成了周文王后裔，那更是皇帝轩辕氏的嫡系子孙呐。皇帝后人周平王40代孙武则天登基，也就无可非议，国号就成了周了。武则天啊除了在这国号上下功夫，年号上也没少使劲儿。从那个公元690年到705年，
15年的公务员生涯，使用了14个年号，什么天寿、如意、万岁、登封，反正都是吉利话。最后一个起名叫神龙，神龙见首不见尾呀，起这么一个没屁股的名果然就栽了。年号上啊，还有几个皇帝起的名很有特色，比方说有和谐类的啊，北魏文成帝和平，唐睿宗啊文明，还有著名企业类，孙权叫嘉禾，金哀帝那会儿叫正大，还有用动物类的，北周敬帝的大象，这还能理解啊，《道德经》里边有句大象无形嘛。那北魏孝文帝那个神龟，您说他是不是动画片看多了呢？有的国家的建立啊，经历了血腥的历史，有的国家的建立经过了残酷的战争，而有些国家的建立啊匪夷所思，也有那么一些国家的建立让人啼笑皆非。这个地球上所谓的国家远不止联合国里那193个。接下来尉迟再给各位介绍几个若隐若现的微型国家。2005年的时候，英国有一股神秘的分裂势力崛起，在东伦敦保尔地区宣布独立建国，名叫 Lovely Kingdom， 可爱王国啊。国王丹尼一世全名是丹尼华莱士，说起来还是个名人，是个喜剧演员兼作家，出过一本自传叫好好先生 Yes Man， 好莱坞还拿去改编成电影了吗？是我的偶像金凯瑞主演的。就是这人啊，就是从头到尾都只能说 yes， 这事儿其实挺累的。 What?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? I'm not at the video store. I'm in my apartment. I can see you, Carl. I'm outside the video store. That's not me. It's not? Oh, I know what's happening. There is this guy who looks just like me, who goes a lot of the same video stores that I do. That's probably who you're seeing right now. Wow, that's amazing.Because his mouth is moving in exact sync with what you're saying. Carl, I know you're not saying anything. Carl, get outside. I know you're not talking. What? Carl! All right! 就这么一个好好先生，叛党叛国，自称国王，放在这个 Lovely 王国呀，国土面积高达数十平方米。其实就是他的小公寓来的，有国旗，有国歌，有法律。BBC 二台啊，还特意跑去该国拍了个节目，叫《如何建立你自己的国家》。不愧是 BBC 二台呀、啊！现在这个 Lovely 王国呀、啊，从国王到百姓，就单你一个人，压寨夫人都没有。不过听说夜晚倒时常有外籍女性过境停留，丹尼陛下呀、啊、也就笑纳了，清早再采取措施逐客出境。目前说公民身份申请面向所有人类开放，不过我劝啊，各位盼望祖国统一的人士就不要去了。还有美国境内一个自称为国家的国家叫摩洛西亚，它呢位置在美国内华达州的沙漠地带，始建于1977年，当初人口4个人，后来呢6个了，现在呢8个了啊，刚够2桌麻将外加4条小狗。这个摩洛西亚人口增长的速度啊，完全取决于总统凯文鲍格和总统夫人的身体情况。摩洛西亚国土面积虽然只有25000平方米，但是它有自己完善的通讯邮政系统，在该国境内啊可以打电话寄信啊，当然了，实际上你喊一嗓子可能来得更快。他们有自产的货币呢，海军也有，装备是3条充气的那筏子气垫。总统啊有计划，他希望在适当的时候开发核武器。哈，我觉得啊，您还是种一些大枣作为有核武器比较现实啊。最为惊人的是，该国在传说中的金星也有一块地，面积约为49981平方米。你说它是怎么量的呢？去他们那儿入境的时候啊，游客需要在一个长得跟信箱似的号称海关的地方填写一份表格，保证没有携带武器啊，鲶鱼、洋葱还有其他葱类、海象以及电灯泡。电灯泡？当然了，你什么都没带也不一定能入境。摩洛西亚呀
禁止德克萨斯人入境，德过萨斯都行，德克萨斯不行啊！你说摩罗西亚总统有多讨厌小布什以及他的老乡啊？当然了，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摩罗西亚的政权。这个鲍格总统啊，应该是家业守着拉斯维加斯不远，搞点噱头挣游客钱的。美国政府也懒得搭理他，因为在美利坚的土地上宣布独立的神奇国家不计其数。南北战争的时候啊，还有一位这个旧金山啊，著名市民叫诺顿一世陛下，自称是美利坚合众国皇帝和墨西哥摄政王，官大吧啊！他的可爱啊，也是深得旧金山市民的喜爱。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去看一本以他为原型创作的小说，叫《哈克贝里芬历险记》，作者马克·吐温。马克·吐温还自称是诺顿一世的臣民哦。在美国最成功的微型国家叫做海螺共和国，为什么叫成功呢？因为像印度、瑞士已经承认了它的主权地位，其他大部分的国家，甚至包括中国这样负责任的大国，也都承认了它的准主权国家地位。2003年的6月份，联合国也认可了海螺共和国的准主权，就这么个地儿。这海螺共和国呀，其实就是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。